些就是因为有一些就是跟你看热搜有一些很话题性的片段，我感觉大家会很想看你们。那太 nice 了，那让我们看一下。我最近几天没怎么看热搜，我也没有看。我刷抖音刷到热搜。下半场 PK 的是女孩和鸭米。女孩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又给了我们一次新的动力。一个极致的作品，是被大家看到团体的同时，还有每个人的发光点都能被看到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可以让。这个是队长还要帮其他队的队长。哦，做心理辅导，我有，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的队长，他就像是个班主任。我也有尝试，他是年级长，很多的方式，大队长带领团队，也有很多失败的经历。我一直自己秉承的一个观念就是，哦，我一定要成就别人，我才能成就我自己。这句话说的很对，是的，我们现在有个很强大的对手。其实你做男团，什么叫团啊？这个团好才厉害啊。我觉得这个团好了，里面的个人才有可能被看到。和 Yummy 团魂是很关键的。对，你看我们就没有团魂，所以我们火不起来。还不错吧，很有团魂，就是大家好的很一致，是团魂，大家一起很拉胯，也是很有团魂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创造营学院的 F6，哎呦，年代的名字。不是不是，他们的这个 F 六是王者，是电脑英雄联盟的，哦 ，F 六英雄联盟的 F 六，哦，明白了，哦，这两下，略显战意，交流环，方便联系人，顽皮男孩，底下那个女生笑得好大，又一个张小瑶，你们的元气水男孩，因为我，哎，他不是那个抖音的那个吗？张新瑶。他是抖音最早的那一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冲动血缘的刘学贤，袁布林，我是来自这边，我是你们的布林男孩，布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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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点令人沉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学院的吴海。他对是不是他是不是有点好看？是啊，他挺上镜的，我感觉。活力少年丸。待会我是悠悠球。哎，是我了，是我了，我就很期待你是我们的沙子男孩。我是你们的悠悠熊男孩。Well， OK， 我是你们的口袋男孩，因为我想把你们所有的方案都装进我的口袋里。哇，他穿一件没有口袋的衣服，这个动作在我们以前学那是卖碟的。今天你们都是我们的女孩。邓超在那干嘛？邓超在那干嘛？超哥扎了个马步。带来我们的舞台。哦，这首歌维里安的歌。对啊，对。女孩。这第一句还可以哦，第一句开头开的还不错。讲个就。有那种校园团体的感觉，有汽水感。对对对，哎，感觉镜头不一样了，也是吧？斯坦尼康在跟。哦，那个日本小伙子好有活力哦。戴帽子那个是吧？你看他的圆什么林反正。也不，你看他反的非常的，每个动作很有活力，他就像邻家小男孩，他好校园的。反正我邻家是没有这么好看的小男孩，他就像。对，他是真的有点，我 get 到他的这个帅了。新海诚。他们就做了很多油腻的动作，但没有油腻的感觉。是，我不觉得他们油腻。这个动作要换成我们来做的话，就显得有点恐怖。我想想，我们要做那些动作就已经很恐怖了。对，我已经有画面了，别说了。That's great 部分。哎，好帅，这个舞台好看。哎，很喜欢那个日本娃儿。你看他板的好干瘾。队长来了。对。
习惯我都哦，那感觉可以。他这个布局是挺……哎，这一期石头怎么不在啊？对啊，这个好适合老师的呀。哎，这个改编还可以呢，不错。哇，其实不用那么用力。是不是他好卖力啊？日本其实不用那么用力啊，日本小弟弟。日本的那个偶像感觉就是活力、元气四射。我很能 get 到吴海，就是什么感觉？比如说你刚刚进入高中，每一个学校里边都会有一个学长，他长得又好看，跳舞又很好，然后又会唱歌，很受女孩子喜爱。他任何时候都在发光发亮。你在台底下看到他的时候，哦，我也想变成这个样子。吴海就是这种学长，知道吧？这个舞台我是 get 到了于更颖、于更颖、张欣瑶的，很综合很稳。尤其张欣瑶，我知道他是在抖音，他很早一批，那时候我觉得，他是抖他抖音账号就啥 但刚才那段我就觉得他动起来有那种感觉，笑起来那种感觉都 get 到。而刚刚整体看着也很舒服，像新海诚的那个哎，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，哎，感觉是有阳光的少年感觉，空气里面有汽水的味道那种。在下期的这个镜头就开始没有上千的乱了。他们后期是分了 AB 组的吗？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克服过来了，分了 AB 班。来来来来来，往下看，往